拜年了。对，哎呀，又到春节了。打心里就这么痛快。是，郭德纲、于谦，嗯，代表北京德云社向辽宁的父老拜年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过年好。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啊。两个人上台给您一个人的掌声，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。哦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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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热情。嗯，非常高兴能够站在辽台的春晚舞台上。对，打心里高兴。嗯，有四年不在电视上说相声了。是啊，所以有这么一机会我挺痛快，挺高兴啊。我们哥俩今天正好也合作是第十个年头，整十年。嗯，我很感慨。是吗？非常感慨。哦，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，嗨，那么完全得利于我自己。我是这么认为的啊。你呀、啊、给你提个醒啊，你说你以后要不打算介绍我就别往我这儿比划一下行吗？啊，我没说完呢，您接着说。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，嗯，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，这对，没有人家的帮助能有今天吗？不敢。借辽台一方宝地，嗯，我要好好的感谢一下我的夫人。谢谢。您这说的里头到底还有我没有啊？有你啊。说我呀？没有你我早就红了啊。啊，好嘛，我一直搅和来呢，哪能没有你啊。是好哥们儿，好兄弟，好伙伴，好搭档，我们俩的交情特别的好。对，我说句良心话啊，于老师简直就是我亲生的朋友。哎，啊，什么话呀您这就朋友还有亲生的？不是，我是他的生前好友。哎，啊、我死了。不是，您这什么怎么说话呢？我们 啊，我们俩人闺蜜啊，闺蜜好，这还不对？哎呀，您都没弄清楚这句话怎么讲？怎么回事？女孩说闺中密友，这是女孩说的话啊。我们俩密闺啊，密闺。蜜龟，哼，俩糖水炖王八，什么话啊？蜜龟干嘛呀？用不着这词儿。我们两个交情好，哎，说好就完。我都崇拜您了，哎，谈不到崇拜。台上台下，不管是艺术还是为人，是这份的。您还捧我了。家里也非常的好啊，家庭倒是不错。嫂夫人温柔贤淑，我媳妇儿，孩子也可爱。对，你不能不承认遗传。哦，于谦的儿子八个月就能说话。他语言了不起呀、啊！您客气啊，你看看，真的啊，说话倒是早。别人家孩子咱真见过呢，一岁半了，两岁了，说话还秃噜了。哦，于老师的儿子八个月，他早啊，说话说吧，张嘴就说。说什么呀？发票啊、你看看，卖发票去了。这谁给他灌输的这词儿啊？家庭熏陶嘛。没有熏陶。一岁的时候玩积木，玩得多快。小孩都玩积木，拼马的一块儿，对，一推，啊，糊了，哎，好嘛，小时候没少看大人打麻将，这是向您学习，这学什么呀？学您的家庭，哦，家庭特别的好，嗯，对整个社会都是个贡献，和谐了吗？就我也是个上进的人，您呢？我很希望我能够了不起，那是好，哎，有一个那个世界上的叫什么富豪的排行榜，你知道吧？我听说过、啊、有这个福不福排行榜 我这个福不福排行榜，福不福谁呀、啊、福谁呀、啊、福不福吗？不对啊，福布斯排行榜，福布斯的啊，福布斯的，说的不像话。我每天都看看这排行榜，我看看有我没我。嗨，怎么老没有？是不是印错了？哎，啊，我跟您说啊，嗯，有你才印错了呢，知道吗？怎么这样说话呢？废话，我很希望好，气迷心，过上好日子有错吗？那倒没错，是不是、嗯、那凭什么好多人我看着，哎呀，我都替他们难受。哦，一天到晚舍不得吃舍不得喝、哦、开个二手的车，住个二手的房子，娶个二手的媳妇儿、嗯、啊，凭什么呀？媳妇儿还娶二手的？我们要过上好日子，人人都富强，那是好的愿望，是不是？嗯，我现在住那房小，
小。哎，不远处小区新开盘了。那您换一个。小区的名字好听。叫什么呢？魔幻城堡。听着就那么诱人。意大利的风格。嚯，3000块钱一平米。那不贵呀、啊。白给一样嘛。就是便宜。我到那儿一看。嗯。真是意大利风格。怎么见得呢？那房子都歪着呢。歪。按斜塔那么盖的。这就叫意大利风格吗？售楼小姐还跟我说呢。啊。你要买可快买。为什么呀？我看这意思坚持不了几天了。哎嚯。这就要塌。我说那个你也不能3000块钱一平米我们都花。谁告你3000？不是吗？50000。那这3000哪来的呀？3000是物业费。哎嚯。拿物业费标价。我们俩这儿正矫情着呢。啊。刮了一阵风。嗯。整个小区哗啦。哎呦。没了。我一看对。怎么对呢？人家说的实话。说的是。魔幻城堡这不变没了吗？这不就。这是变没的呀。那是塌了。哎呀。我得追求一下有钱人的生活呀。这房子没有了您还怎么追求啊？不买房买点别的吧。想起什么来了？人都说有钱的人都买宠物。啊，有钱的人爱养个小宠物。我养个宠物这个不犯歹吧？这不过分。培养我的爱心。对了。啊嗯。不远处有宠物市场。那您去一趟。小猫小狗小鸟卖什么都有。嚯、哦、我一去嚯挺全。梅花鹿也有卖。啊，这个鹿。大鹦鹉，嗯，元宝鸡养的人多，我这都好玩吗？嗯，好玩，哦、人家挺客气、啊。还有卖鸡，你喜欢买就买吧，是吧？嗯，我们这你看各种东西都有，哦、啊，小鸡儿也有，啊、哦，小鸡仔儿跟地上跑，嘿，我一琢磨这挺好，哦，啊，从小养有感情，对呀、啊，小鸡儿好玩吗？好玩，怎么好玩？我们有一只小鸡儿跑得特别的快。哦，鸡跑得很快。我那我来这只养它，这只不卖。对，怎么不卖？我说你这抬杠了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一只鸡1000可不少了。不卖，起疑心。2000，嚯，不卖，还不卖，3000，哟，干嘛呀？不卖，怎么了这是？你要疯啊？啊，3000块钱买一只小鸡儿，你都不卖？就是，我跟您说。嗯，不是不卖，怎么回事？我追不上他。哎，这好嘛，这鸡指不定跑多快呢，这不让养了，那就没法养了。还有小狗呢，买养狗，买小狗太可爱了。是啊，这个小狗血统很纯正。是吗？京巴、博美、西施、藏獒的串。哎，嚯，这狗他们家指不定多乱呢。嗯，太可爱了。啊，给钱弄回来。美化它要到极致。怎么美化呢？找一个美容院给狗拉双眼皮。给狗美容拉双眼皮好看。是啊，一天的功夫接回来我一看，漂亮吗？怎么上下双眼皮啊？下边也给拉了。我去问去了。嗯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说说吧。怎么改千层饼了？啊，就是我跟您说，开业大酬宾。嗯，拉两刀送两刀。没听说过动手术也送啊。我说这不像话，这那这不好看了。哎，我说这狗这毛能不能烫一烫？哦，这毛给狗烫个头行不行？烫整个都烫？可以，可以啊。你打算烫一什么样的？挑个样式。我说这样，嗯、你就给这狗啊烫成于谦那样就行。哎，知道吗？你说我干嘛呀？给狗烫发，你说我干嘛？你这个头烫的特别的好。哎，那也不能跟狗那么说，留下吧。真烫啊！1.5天烫完了。哦，接出来一看，嗯，怎么没毛了？哦，改您这发型了、啊、因为什么呀？这没毛。我也纳闷，我说这怎么回事这个啊，我可花了钱了。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火大了。嗯，火大了。你拿什么烫的？啊，拿微波炉烫的。我改厨子了。我一扫兴啊，原来他干烧烤的。你瞧怎么样？我得给这狗赶紧想辙呀。还得美容啊。毛都没了。怎么办呢？整容去吧。整容，人家说韩国那边有整容的。哎呦，这技术，给狗托运买张机票飞韩国，真下功夫。坐在飞机上我受了罪。怎么呢？我晕高啊。哎呦，那晕呐，肚子里边来回的叨叨，我实在不行了。嗯，我都要吐了。嗨，再出去吐都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旁边邻座这儿坐着一位睡觉呢、哦、戴着眼罩着了，是闭着眼。我一看，我实在等不了了。您呢？我就在他胸口这儿。哎呀，多恶心呢！他没醒，还没醒。我也没说话，擦擦嘴等着。嗯，
飞机落地，他那儿一睁眼，我赶紧问他：“你好点了吗？”哎，什么人呢？这是？您吐完了，您问人好点了？吐完就好受多了吧？嗯，祝你健康啊！这位也傻，下飞机领这狗坏，我不认识道啊！这到了异地了吗？我也不会说韩国话。但是万幸，怎么办？路边站着一哥们儿啊，手里拿一纸壳儿，写着俩字儿：“带路。”哎，韩国也有这人呐！我这个我找一得给狗美容狗，然后你比划，哎，给弄了啊！这真能比划，看懂了，点点头哦，给我领到那儿。哪儿？我一看，嚯，哪儿啊？狗肉馆儿，哎，吃了。就不是不是，哎，对，不是大刀，小刀。刀拉眉毛弄，说清楚，真他明白了，这回清楚了。哦，有戏有戏，哦，有戏，是韩国人是日本人呢？您这怎么日本话都出来了？谁知道去啊？带到美容院，跟人一说，人家懂，人家明白，弄这个都不叫事儿，这常事儿。看人家美容师啊，大口罩、大眼镜、白帽子、白大褂，都五颜了，一瞧就是高手。那是把这狗弄进去，嗯。有20分钟手术就成功了，那么快抱出来，我一看，嚯，怎么样？我太漂亮了，我这狗啊，好看呐，京巴博美、西施、藏獒的串儿啊，别提这四样，有一个新的形象展现在我的面前，什么样？大长耳朵，俩大门牙，跟地上蹦，呼吃胡萝卜。哎呀，你先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说了，这狗送进去怎么改兔子了？这出来。这太高科技了啊！就是长耳朵大门牙，我也纳了闷儿，这回去没法教的呀。就是啊，本来他们家就够乱的了啊，松狮、京巴，行行了，藏獒啊，这加一兔子血统，我这还不是，这不是我那个，对你必须还给我，得换。怎么说他都不理我，不承认，我真急了。嗯，今天不还我那血统纯正的狗，我今天跟你没完。还纯正呢？大夫都乐了啊，你跟我没完呢？是，你戴口罩怎么样？飞机上你还吐我一身呢？啊，这样放着。